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imon 啊。Concord 这个开发商呢，它在北约克的 Park Place 这个项目里面呢，给它新春推出了一些优惠啊，就是比如像这种2万8的 Closing Credit 啊，而且他们在 Seasons 这2栋楼的顶层呢，也做了很多漂亮的示范单位。今天呢 ，Simon 就带大家来看一看，然后体验一下住在北约克的 Penthouse 是什么的感觉。 那么今天我们先看第一个，那就是06户型，它的3806的。今天看的06户型单位呢，它的面积呢是室内整个是850尺的，另外它还带有100多尺的阳台的面积，是一个2+1的户型啊。然后大家看到现在 Penthouse 呢，实际上我们是10尺层高的啊，因为这个户型的 Penthouse 已经卖完了，它下面楼下有一个32楼，还有一个单位是112万3千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户型吧。啊，一进门呢，它首先是有一个衣柜。现在整个 Concord 它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呢，都是挺高的。像这种推拉门呢，都不再像以前其他开发商有的只是用那种白门呐、或者是镜子门的，现在直接都是沿用了很多木色的这些门。 它的一个橱柜的设计啊，也是非常的现代和大方啊，都是用的 built-in 的电器，而且这个品牌是米勒的，都是这种 built-in 的冰箱啊。像上面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冷藏柜，这比起我们在 downtown 的这种小 size 的冰箱呢，的确能放很多东西。而且下面的冷冻柜呢也是有2个的，而且这个冷冻柜这一层是比较大的，然后下面稍微小一点。 然后它的柜子里面呢，它也是做了非常多的隔断，非常多的收纳空间。然后你包括下面这个转角位置呢，它也是非常贴心的设计。这些设计呢，我们如果在买 house 的时候，开发商那里绝对要收你几千块钱的。但是这些呢，都是在他们的这些包含的房价内的。然后操作台呢，整个上面都是这种破纸的石头台面，非常容易打理。而且它的墙面呢，这个 backsplash 呢也都是瓷砖，都给你贴满了，所以基本上你就是拎包入住。像这边的电器呢，它同样也是米勒的这个炉头，再加上它的烤箱啊，然后米勒的抽油烟机，这边一个 built-in 的这个松下的一个微波炉。 整个房间呢，它的这个地板呢都是配的这种浅色的，和我们这个橱柜的颜色是非常的 match 的啊，然后特别便于打理，包括它的房间的里面呢也都是用的 laminate， 而不是像以前开发商的用的很多时候都是地毯的，而且现在这种都是非常宽的这种laminate 的复合木地板。 然后我们这边过去呢，是来到一个客厅。客厅，如果你是买 penthouse 单位的话呢，确实是这个欣赏这个城市的美景是非常棒的，因为你从这个 floor to ceiling 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窗户。现在我们刚好对的是一个西边的单位，所以咱们下午的光线呢是特别好。然后这边的露台，我们可以过来看一看。 它的露台是一个100多尺的露台，整个在这个阳台上面呢，你可以放置一些户外的家具啊。现在比如说你放置一个餐台呀，然后这边放几个椅子啊，或者一个户外的沙发呢，都是够的。 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其实是这个 building 叫做 Seasons， 然后对面的呢就是 Saison， 然后这次他们做出新春优惠呢，其实对 Saison 和 Seasons 都有自己的优惠，所以我们等到最后的视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从 Penthouse 看，整个北约克现在西边的这个范围里面，很多都是这种低层的住宅啊，你包括这边 Willowdale Bayview Village 啊，然后这边一直都可以看到样街，然后我们。 转过镜头反过来看呢，整个就一直可以看到downtown的，因为这是朝西的，我们朝南的单位可以看到 CN Tower 的。刚看过阳台呢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几个卧室啊。这个卧室呢，啊，尺寸也是相当不错了。因为800整个是单位，它是850尺嘛。啊，这边我们现在是一个 queen size 的床，然后2个啊这种床头柜，然后这边呢主卧呢也是这种落地的大窗啊，整个朝西的 view， 下午的阳光是非常棒的。然后这边呢，它的这个衣柜里面呢也是做这种 organizer 的啊，这个。 现在柜门呢也是做得非常的漂亮，跟木的颜色都是 match 的，包括和这个门的颜色。然后我们进来看它的洗手间，它洗手间做的时候呢，也是啊，像这种吊柜啊，然后下面做了这种 LED 灯条的。然后这边柜子也非常多，3个非常大的柜子。然后这边呢，它整个的瓷砖呢是贴满墙的，所以整个这个质感呢就会好很多。然后这边主人房呢，它是配有一个浴缸。 我们来看看次卧这边呢，首先它的次卧这边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洗衣房啊，都是米勒的电器啊，这种叠加式的洗衣机、干衣机啊。 然后在这边呢，它的洗手间的配备呢也是跟刚刚主卧是一模一样的。它的次卧的空间也是非常不错啊，因为得益于这种10尺高的 ceiling， 它的这个所有的窗户呢都是落地大窗呢，朝着西边，远看过去都是没有遮挡的这个视野。然后这边呢，它同样也是有一个自己的这种 closet， 里面 organizer 都是做好了，里面还有这种啊非常便于你收纳的这个这些架子啊，比如你领带可以 一个个放在这里，非常的整齐。这个户型是个2+1的户型，在它进门口呢，有一个书房。这个书房的尺寸呢，还是相当不错的，不像其他的有的楼啊，给你稍微凹进一块就叫做一个书房。这个书房呢，其实呢，你看放是一个小的书桌啊，或者有的人放一个 L 型的书桌啊，在这边工作啊、学习啊，或者甚至你玩游戏啊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独立的空间，而不影响你在另外一边的起居饮食。 大家看完这个户型呢，如果喜欢的话呢，这总共是有2套在市场上的。首先，它32楼那一套呢是112.3万啊 ，Penthouse 的3809呢也是在市场上的。如果大家真的喜欢这种10尺楼顶的话呢，就稍微比这个楼下的单位贵1万多，就是113.9万的。而且在最近的这个新春优惠期间呢，一直到2月底呢，他们是给买家提供了28000块的 closing credit， 而且这个价格呢是包含了 一个这个普通车位和一个 locker 的，而且呢，大家在这个买新房的时候，通常知道有一个叫做开发费封顶的嘛，而且这个项目呢，现在这种房子直接是当2手房卖，可以大概1-2个月内就可以交接，而且呢，这个价格呢，他们不再收取这个 cap development charge 这个封顶费了，所以对于大家来说，足足是省了好几万的。如果大家对这个户型有兴趣呢，关于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你可以私信我，或者是在下面留言，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探讨。